哎，快看，那边田里有个什么东西啊？鱼没等着，装备搞了一大堆。这是厂家给我的样品，又不是我买的。你看这些网啊。啊，这条路太慢了，过不去了。在上面。哦，这里也乱了，这里也过不去了。那怎么走啊？那直接走小路了。嘿嘿，这里有个好东西啊！哎，这个你们那边叫什么？红灯笼。红灯笼啊？给我吃吧，这个好好吃的。来，有个大的给你吃。哇，哇，太甜了。这个比那个草莓好吃多了。刚才那个路过不去了，我们只能走小路了。哎，这里一棵猕猴桃啊，都结好果子了哦。嗯，那个田在那个位置，我们从这边上面绕一下。这些羊全部在这里啊，你看看。哎，一山长在高头。我再把东西拿过去啊，等下过来背你啊，你不要过来。你小心点哦。哟，这么大的水，看得我都怕了。有鱼没鱼，直接给他来一网。就中间那个塘深，在那里深，它的鱼基本都不会跑哦。啊。网倒没有。哎，你看，哦。哦，真的有一条大鱼哎。来，这上面都淹了水了。现在到处都有鱼了。这个小地方它有鱼的。你刚刚是不是看到这田里有鱼啊？是啊。没看到啊。都没看到鱼。在那里啊。哦，真的真的。我来抓啊！你来抓，你来抓。嗯，我跑了，你来抓吧。哎，好快呀、啊！这个你还想徒手抓鱼？那你还想徒手抓鱼？你快点来个撒网吧！哼，你还徒手的？这像箭一样飞得太快了。这里抓得到，吼吼！都没看到了，快点，这里一条，快点，这里一条小的，在哪里？大的跑了，就跑了，这里一条小的，哪里一条小的？这里，这里。别动，别慢的，慢的，慢的，等下它跑了。哦，真的。看到没有？嗯。这个你要一下子就要把它抓住，轻点嘛，快来快来，在这里，这条受伤了，慢打一嘛，嘿，在里面。哎，再来蹭网啊！水都被你搞浑了。咦，看到了？看到没有？嗯。还是要有工具。哎，一条这么大，咦咦，哎，还想跑？哎呀，收获两条大鲤鱼啊！还有一条小的，不怎么动了，那小的把它放了。啊，随它了。今天收获两条大的，上次我们打了四条啊，已经做成鱼干了。这里还有泥鳅干。好的，喜欢看我视频，给我点个赞，点个关注哦。